大哥大嗯，感谢。，OK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要介绍有两个我们新的品种，这个 OBD Black Lock 给予 Honda 车的。OK，现在我们有一个就是 AM505H，这个是给大部分的 Honda 车。OK，另外一个呢是 AM506HC，是给 Camper System 的 CV，还有最新的 CLV。OK，这个基本上呢，它是什么特别呢？第一个普通那个 OBD Plug and Play，OK，它的特别就在这边，OK，这个里面呢，我们有一个选择的，一二三四，这是什么作用呢？这个呢，我们同一粒的那个 OBD，我们可以做三种锁法。第一个做 Speed Lock，就是讲我们只要把这个 Switch 一推去 On，它就是变成 Speed Lock，推下来。两个推下来是 black lock，一样的。第二个呢，推上去就是 D lock，D lock 就是你我们的 gear 推去 D 和 lock 推去 P parking，OK。然后第三例呢，就是选择性 reverse camera，哎，sorry reverse，当我们 reverse 的时候会有 double signal，然后同时你不要这个功能，你可以把它关掉，OK。通常这个是安全性，我们会开。然后第四个的 switch 呢？我们是开那个开门会有 double signal，通常这个人很多人都不喜欢，可是我选择会选择这个，这个是给安全性，就是只要你 ACC on 开门就有 double signal，如果是必要这个功能就把它推下来。OK，如果我们是要 black lock system，就是要把这个一和二两个推下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弄好了 system，顾客选择要了，该回去插上去，搞定。